各位上帝师，阿弥陀经现在讲同时的唐众当中啊，第一是三文众，三文众第一名瑞普数第一被微贪的也两团讲起，现在讲第三的双数名，就是前一帮声音当中本来一个一个统统把名字列出来，是把为当时的出家中的数量两头长列出十六位尊长来，特别是列双数名。经文就会藏罗沙利佛摩诃目犍连一切头陀阿耨罗陀，十六尊长就是双数，为当时三文中的数量列出的十六位尊长的名字了。第一位就是沙利佛，第一位就是摩诃目犍连，那两位上次已经讲了，现在是讲到第三摩诃迦叶。叶本来是山迦山，但是那里一般啊读叶读惯了，应当阿弟本来是山音啊迦山伯，现在都是宙斯托啊读成迦叶，他俩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国话就是太鬼市，假牙鬼市，就是印度该这个婆罗门托该一部分的人的像。假牙两个像的人见不出假的人一多，前面讲的前一半生人当中的三假牙啊，有了平罗假牙铁假牙那提假牙，这都是假牙像。现在两位摩诃迦叶呢，偏偏不是其他的迦叶尊者，所以用摩诃，摩诃是印度话，反中国话就是胎，用的是胎是摩诃来偏偏讲话，不是其他的迦叶，就是胎迦叶尊者。上回讲的中间没讲太，就是讲话菩提子当中啊，每一位都有几个特点，每一个人都有几个长处。那么因此沙利佛在三文中中啊，就是智慧第一，目犍连就是神通第一啊，摩诃迦叶呢也就是头陀苦恨第一，也小苦行啊，这头陀苦恨啊有生一种，上回讲的两种，一个小苦行啊就是小行的人把一个你上神法的意识处啊感受到最大最大汗处，只要能够维持这个身体的神法就可以了，你感到最大最大汗处的神法啊来维持这个身体那么尽量来整整体多时间啊后来用功修行，所以要求这种的苦恨。生意条条故行呢种不出意识处三种，对这个作依附，依附方面呢有两种，第一观所依，第二淡三依，两种呢双回讲开，就是依附最简单的情况因为一个人黑某作三是不得，你一天众人可以不是作，他既然是一个人啊有受教育有灵异两次，为了要杂避这个粗糙的身体，所以必定要作三，是最大汗出的衣服，寒天一个还没作衣服也会东西，是寒天要杂避这个寒冷也是要作衣服，所以衣服呢是最大最大汗出的作衣服的方式把人家本所人和某一个部位粘起来火一点起来这一天拿来纳神一个衣服然后把纳衣这是所谓本所衣啦，是本所的方粘起来的烂部位火一点起来这一天啊纳神衣服来做，这就是为止本所衣。一个不习惯一个本所衣的神法的人最大限度就是单单不所知的三衣，说感人啊做三衣就是五仪、七仪、太仪，
除了这三种仪以外，没其他的隐藏的仪服，那就是三三仪。那么这两种双倍刚才现在讲第三，第三以下还有十种啊，就是属于饮食基础两方面。饮食方面有五种，第一就是双铁食啊，不知出肝炎本来就是要脱白铁食，所谓是铁食必修就是铁食。那么印度的出肝炎都是脱白铁食的，那个所谓讲双铁食呢，就是没病影响啊。你虽然脱白铁食，但是有时就发现嘛，不不下风煮好好的菜饭来抢出肝炎的中央啊，去给家庭上送人中央啊，按那个情形是有的啦。但没每日有，喺某个时节就要脱白铁食。但那个小头头骨黑眼人啊，也不影响。无论哪段时间，一切都不影响。你反应从一出家开始，一直到几年一生天啊，那一天每日脱白铁食啊，所以饮食方面，第一就是双铁食，双双食行脱白铁食，绝对唔接受人家提出个中奖，像一吃好东西，吃好菜。啊，那个几天都是不接受，是双行铁食。第一种是铁食的时间哈，尸体铁食，周身细来，无间撇。没讲嘛，哦呀，感染啊，他有钱，他发财嘛，他人不是中央的东西，饮食呢都还好。那么这感染呢，他穷，所以结果唔发财，中央的饮食唔好，都唔好去托拔。那小头头故乡的人咩啊呢？越多那个上司方人家方托拔啊，就顺势第一家不管有毛就撇啊，第二家第三家，那其太太有一个汉字不能托过太多家，太太就是七家呢。托拔经过七个门户啊，如果是盲人中央，今日就唔系事啦，索性就唔系再过继续托拔，因为继续一次托拔啊，去浪费太多时间。所以他的接手头的顾客的人去托拔了，就尸体顺序了，一家一家顺序去托到体质家，无论重量多少按理就算了，有也好没也好，没就准都好的，你就没带事，这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不过在印度的风俗啊，一般三分人都喜欢重量所感染托体家，太体都有好事呢啊，在故事啊，除非我们做地方，如果没做地方托拔七家太太都有好事，所以呢也小苦轻的人按照顺序托拔，莫见贫富贵贱，一家一家顺序去托到七家就停止，这就是次第铁食。既然托拔过了呢，到了吃饭的时间了，你终于吃一餐的呢，小头头苦轻的人吃一餐，走神头空气也莫是点心也莫是粥，去托拔转来呢，托拔多的饭啊坐下来就二十多包，家庭讲坐下来没事包放起来等下不带事的，我们一坐式输一吃法又一坐式，因为枪是一餐，他坐下来就二十多包，那没事包有事情放起来用人没包也准度好不能带事，按我们一坐式啊，就是因为是一餐，同时坐下了一次就吃饱，不能讲话啥个来增加呢。但你讲有事情放起来就冇太吃，准度好。所以太多个丛林出感染中也冇托拔啦，但是佮高堂吃饭，唔咩吃家放起来抢饭。普通一般人呢，高堂吃饭啊，都是有行堂食啊，个就是也是模仿那个一坐式个小行饭啊，所以坐下来吃多饱，胃液改通了以后就不再吃啊。这就是一坐式饮食方面的第三种。第四种啊，比一坐式还要吃苦，节量式饮食的分量啊，天量减少，节量有一个节制的限量啦。比如说我平常时一坐的是两碗饭的呢，有没有去目的在小巷啊，有没有做苦工啊，啊你家就是除了小巷应该没必要事情啊，你佢只要维持一个身体生活啦，唔会饿到就好啦。所以尽量减少。比如我们平常是一餐是两碗，啊，因为是一餐，一餐餐是两碗，那佢慢慢减减，啊，晚班
原本做得咧，哎，阿个下手隐患啊，安尼感受到安尼保持最大限度个饮食啊，该就是为是节粮食啊。莫讲话好食就是好多，莫食是他少，莫那个事情。毕竟呢，有食就好，就像个茶一样，有甜有味转就好，但莫甜都超过多，都好就做得安尼，该不是节粮食。过来还有一种就是过午以后啊，本来就不是了，但是一般人过午不是呢，中午以后含有食的，比如果汁啦、流啊那流质的东西啦，果汁嘛、牛奶啦，有的含有食的。但是给小头头顾乡的人，中午吃饱以后啊，一出到天光一天光以前，连那个果汁、牛奶、流质的东西全部没事，为着中后不饮浆，中后不饮浆，就是过午以后啊，吃饱以后啊。就是各种的果汁、果酱啊，或者牛奶一块流这个东西，统统模式。除了是泡水、泡糖茶哈、哦，除了是泡糖茶以外，无论任何食品流这个统统模式啊。所以呢，就是为止中后不饮酱。那么呢，饮食方面五种：第一就是双铁食，第二次体铁食，第三一错食。一错食地方就包含一种一食，第四节粮食，第五中后不饮浆，按你连前面的一副两种就是七种了，多了不就七种了。后面还有五种啊，就是基础方面，基础方面哈、哦，大概方法最简单的啊，就是第一点嘛，鹅卵药醋，鹅卵药养的鹅卵药，带安青的蔬菜，偏偏安青的蔬菜啊。带在那个小茅棚哈，啊，一个小茅棚提出，我俩要说就是带些小茅棚的茅草，大把多个简单的木材，唔会生一条，唔会东西就好了，这就是基本啊，也就是基础方面的第一种，我俩要说出茅棚啊。第二呢，冲剪草、冲蒲啊，可能也不用讲牛蒲啦，啊，黄阿波牛蒲、公墓啦，啊。在母体的附近上啊，就大错，俺不是错在母体上，像他人对俩无经验的吼，讲喊这些那个牛仆啊，从旁边上错啊，讲鬼都不讲死，那错的很啊，搬家都不吓死啊，所以小头头顾乡的人哈，就是错在从旁边的吼，啊，做嘛错在比错呢，小无相干他方便了，所以那个牛仆啊，公墓的时候才上大错哈。上司看得到人讲四年纪啊，上司看到四年小无相干，按你对这个事件怎么成任理性，所以啊小头头故乡的人，第一最大限度如果带房屋带茅棚偏僻的蔬菜无人多的蔬菜清楚哈，带一个茅棚家庭讲话安个人就是有黑苦的呢，第二带出来的公墓边呢从部边的像青菜树头下啊一个油和炸药没错菜就是个被大错就无相关方面。第三树下错连茅棚都不会带，像是家伙小苦乡的时节中央错在树头下方，所以是家伙就错在菩提树下神父啦，神父也是错在树下方啊，不会错在屋都方神父了，那年大家都错啊，带暗河的屋山后我神父就蛮难的，因为都不敢去错树头下，你看那个树的话，侬唔犯法是咪错？某一所树的话，还有没有蛮神父呢？从古以来，神父跟人呐、啊，都是坐在树下方神父。将来弥勒菩萨神父哈，有没坐在莲花树下？哎，没坐不土方。所以啊，喺上海神父，我哋团建去树下坐，喺某一树下坐，就将来神父个坐唔起，也冇可能神父啊。所以现在人大概菩萨真好啦啊！我记得民国四十六年。屏东东山寺第一次传三坛太监，刚好传教的时候，我这个被当云律师，开禅罗和尚太监寺，台南关渡梁太监寺开禅罗和尚啊，这个被天书答解了。刚好是啊，一般说讲人大概说在太地喊一佛书啊呢，一简单一佛书。那你看到个东山寺两片跟楼屋建筑起来了，两片有楼屋啊，你看到个两片跟楼屋啊，有一年，我都喊的时间喊出来。
阿路看到你喺路上，是对外亲好亲相啊。啊，所以说佮老人闲聊闲谈啦，讲话呢，讲话佮中间伊看到两边佮聊不几处讲几番，啊，出家人住伫即款个老瓦厝，佮安怎修行？我出家人带安尼个流物啊，安样办修行？带流物唔会修行，出差哦，摕香书啊，出差唔会修行。哎，因为你都本那个世间法嘛，我去保卫在你吼，探索世间的香书。那该当时是上下落无上有点地方。那现在哦，现在哎，或者快餐无上也已经是上市狂抢土的狂神的。今天嘅寒水底下落边看下吼，带几类看个条啊，高级嘅出家人嘅处处嘅素材吼。佮见着一样来讲，恐怕会流目屎哦。啊，讲法无目屎好难流哦。所以出家人呢，除了戴帽防冲人坐以外，啊，坐在树头下唔戴防护，树下坐，啊，其实连树下都唔会坐，露地坐。喺冇落雨嘅时节，在露地啊，天下方啊，天下方坐，也唔会本树会咋样。所以随便露地嘅时候，才有一个大坐。唔想打露水，唔想寒冷，锻炼那个身体啊，修润啦，啊，对内因开润，地财发润，啊，锻炼那个身体啊，运输固润，种种的苦恼啊，锻炼啊，修那个调动哦，所以要锻炼那个露体大同啊。第三呢，就是最后一种，也就是处处方面的第五种，最大限度而做到上坐本卧。小头头顾行嘅人吼，佢冇面落去衰，冇面靓衰，就是坐人，唔系个冇衰啦，冇衰木主接天去衰，木主喺冇衰啊，就等于冇衰中央嘅恶事，木主就会下台。所以因此之故呢，木主爱休息啦，必定要有衰。但衰面呢，小顾行嘅人啊，冇面落去衰，坐人衰，坐人衰。啊，从前民国三十七八年，加平原慈航罗法师。罗法师其实上坐本安，俺不头莫名了一摔，他一个摔心心吼，一坐下来就，他讲一摔吼坐下来，啊，那么两腿一盘坐到就摔下，啊，双双啊，配个老师来教书吼，来上课的时候，几下坐在个旁边两堂，但是一坐在旁边两堂呢，堂里堂一其中一天呐，他把一天都油上呢，磕磕滚，哦，也得学生嘞全部都关起肩头烧头呐，哎。看到个罗法师啊，堂课堂都磕磕滚啊，坐个样太比就呼噜呼噜啊。那么像今天种个衰心啊，哈，坐在随便就衰的，按那个人哈，不是面都衰坐的，不是面都衰，伊冇必要面落去啊，伊坐在中央衰。以前坐在衰请假想，想的精神挺好，不是衰按久，坐在衰个人啊，不是衰久，时间很短，所以能够增加许多时间来判事，判起个个修行的事业。他如果去坐定衰唔得嘅人，家就冇办法。啊，我嘅一桩坐嘅人啊，就有信仰过。锻炼啊，按部头唔会衰，坐定衰吼，我锻炼了两三次，每一次啊，经过几按部冇衰就偏啦。啊，最长嘅时间曾经验过，他有十个人啊。那么介十个人按部是冇衰吼，一偏会衰个三四年啊。所以他不赚几点都下多啊，真个假皮，连利息三万赚来啊。所以他没有给苦恨的能力的人，俺不是坐在睡不得的人，想要学上坐不安，那没可能，没太勉强了哦。所以佛法啊，随众生的见性啊，属于小苦恨的见性，就得小苦恨，按你给同样的症状，磨合解药就是一个苦恨的材料，其实专门小苦行啊，一直到八个岁呢，还是小苦行。有一年释迦牟尼佛呢。看到那个摩诃迦叶年纪按多百个岁很啊，作个按穷个放纳皮，修了个条条苦很按辛苦，不就劝伊讲迦叶嘛，你年纪按多嘞，那看你还方便是嘛，刚怂一些嘞好么？莫按辛苦啊啊，还是莫修条条苦很，早上过出感染神法就好。一个摩诃迦叶讲，师尊啊，我已经成为习惯了，我已经成为习惯，唔修条条苦很，我不能过你嘞，冇办法。所以还是要小头的顾恨，所以因此释迦牟尼佛就赞叹假药尊者讲：啊，有头陀恨菜，我法得救出。我世间上小行人吼，还有小头陀顾恨的人才了个世间啊，挨个佛个真法嘛，就能够救出世间。
阿含人唔少苦恨比较容易，阿含人爱少苦恨就比较难。啊，永远就会批评讲，哎呦，该冇呢啲该苦恨啊，创爱拖样诶，冇乜嘅作用啊。其实唔系啦，小行还是要基本苦啊，冇基本苦啊，嗬，拖人唔会增长。所以开到老师讲你中央嘛，跟老啊，所谓出家小行嘅意义啊，已经是违背嘅。所以因此之故呢，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嘅时间啦，常常赞叹假一尊长，常常赞叹头陀故恨，两人就是错了位。因为真正能够修故恨嘅人实在不多，轻少暗少啊，所以常赞了嘅修头陀故恨。因此之故，释迦牟尼佛曾有一次啊，赞叹完了以后呢，把其错嘅发错啊，分一半，分出一半嚟分假一尊长错啊。最后是释迦牟尼佛讲念涅槃以前啊，根据那个太上天王所蒙正言吉祥正言吉祥讲，讲话有一年太上天王啊，中央佛嘅一朵莲花，天上嘅极宝贵嘅花，中央佛嘅花呢，变出个发错行，那释迦牟尼佛当时说法就停止下来，讲大家认真听哦，我要传法咯，看嘛人得挨发多，哦，大家就善意倾听。天人只能一堂上个大佛法啊，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并没用嘴讲，是讲把一个法座向太上天王供养的法嘛，手捻起来，捻起来一下啊，法捻起来的时间呢，俺来看一下有冇讲法，太怕生意天天，俺都冇谈老板杂事，只有摩诃迦叶嘛破人迷烧，迷迷烧一下啊，他只有迦叶尊者让老夫相应，所以当时佛就对太宗讲。讲爱有真法念藏，涅槃没有心，一相无相，是相之法，复以摩诃迦叶。讲阿吉咪爱个法嘛，传本迦叶尊者。所以从此以后呢，佛灭土后啊，迦叶尊者为第一胎主持，阿难第二胎，一直传到菩提太摩，太摩就是来中国，该就是第二十八啊。所以迦叶尊者是传佛法嘅人。因为刚刚沙利佛母今年都认为了，所以摩诃迦叶为第一传佛法的一个佛的法单嘛，就是给传下来为第一主。那么呢，就是摩诃迦叶的简单的历史，就是小头陀故恨啊。你看什么一种头陀故恨？经论上所讲的呀，多多少少有某某的给穷养的所在。但是呢，太地种不出上面所讲的什么种了啊，也只是来根据太子图论啊，还有那个什么头头经啊，比那个南山论所讲的呀，拿来批下去了，拿来分类啊，要那个衣服方面两种，饮食方面五种，基础方面五种，什么什么种，他那个经论所讲的多少某种样，太地不出这一类。第三位摩诃迦叶讲出之后。继续讲下去，就是 TCV 摩诃迦旃人，摩诃迦旃人也是印度法佛太弟子的其中之一。翻成中国话呢，按照泰文是，记得摩诃两字是无论标准哪里都是泰，都是泰的意思啊。迦旃人翻成中国话按照文是，文章的文。当时的事太文事亚位尊者哈，在佛弟子当中呢，也就是论语第一，论语第一，沙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迦叶尊者头陀故恨第一，一个迦旃人尊者就是论语第一。我们讲的论语第一呢，当时佛法太师讲释迦佛太师的时间呢，印度听到我一套其他的宗教家呢，稍微有96种。那么因为还有其他的宗教啊，其他的宗教家时时免不了说老夫弟子偏论呐、啊，论道理，尤其印度人喜欢论语。那迦旃人呢，其他佛弟子当中啊，论语第一。你往班讲论语第一呢，也个道理，也个故事啊，记载在《阿含经》上清楚。现在哪一种啊比较容易了解的来讲，有一年五天英国的外托啊来问迦旃人，讲迦旃人尊长是什么人，
你不高啊，专门骗你，就俺来不骗你了，读书吃饭用的骗你，就你没骗你，你光有听用就会骗你，那么有听用啊，满西过啊，听用没听苦没，可既然听用暗苦，可抽出人家把你落听用啊，可既然落听用暗苦，其中不是唐到有一个人落听用去啊，光暗苦多做了老几个亲戚朋友，老几个子女讲：“哎呦，我错到推伢咯，我老天有个暗苦哦。”都嘛是谈我有人啊，会啊，三个多做了老几个子孙讲，从来就没按你个记载，可见你是骗人。也就是我托问贾三人个啊，个话，贾三人就问伊讲：“你弟弟这个事件上有感应吗？”当然有啊，怪感应有感应哈。放出个人那些感应方关系了就变了，就爱来讲么人人放出了是人变化放出了本警察做起曲关系了感应都好，感应都好辛苦嘛，故事的感应艰苦了啊，有感应都好没没辛苦嘛，就是有样没错，感应也辛苦，更有几个感应都好管的个人啊，输出一个人啊，有办法和转机老几部喊人讲关系没人啊，我说感应都辛苦哦，有可能吗？就搿冇办法啦，我都被捉得你，门锁得你，有人撞得你，出唔得啦。搿唔一件唔讲啊，出唔得啦，就错啦。就怎样讲错啦？天佑方面就会按你，人家天佑去搿种按苦的所在，你都犯罪啊，冇自由啊，是得自由啊。天佑个上门关得你啊，给你批人要办得出来。唔咩唔出来，老姐自尊讲啊，是黑人为日本人关得你出唔得啦。天佑暗苦就出不得，中央老爷子孙讲没办法出不得，不是无讲，不是无讲，是因为出不得，然后这个事件的感应同样一旦是在感应都方管的呢，不讲啊他们出了老爷的亲戚朋友讲没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出来出不得，落天佑的情形都是同样啊，这样一拨我都没法好讲啦，他同样落天佑暗苦管的呢没好出，哎，没唔讲啊，该冇骗人，该事实。那外头又想出一个道理了，就好，天佑黑了，辛苦，本去管到天佑方啊，冇自由出唔得，冇办法好转了老母喊人讲，让我相信。啊，唔讲你没讲有天堂咩？我小行嘅人啊，小三百块人，喊人把个升天，天堂咪轻快乐咩？讲对，天堂是快乐。可既然天堂按快乐。他永远修善是升天，天堂安快乐，他就不会失去自由啊，以前都可以转来老爷不喊人讲啊，刚才师兄啊不是谈到有一个人讲吧，修善法升天以后啊，都转来老爷的亲戚朋友讲，老爷子孙讲，哦哎呀修善哦，哎升天哦，心想事哦，用办法哦，不是谈到有可见你不高还是骗你，那个贾三人尊者讲，你的天堂天堂的时间老外的人间没重要吗，就刚才不低还没去过我那么低呢，要我老公我的人间50年啊，四天往天上一住呀，就是说我的人间啊过天50年啊，四太天王大概四天往天啊，像是你一样你是40小时听听安过上一头一天第四天王用皇太地带给手菜哈，人间100年啊，一个被张一猪呀，张一是你是四小时。那世间行善的人，一旦升到天上去呢，享天福，此穷忙是来到天上。一他升到天上享天福啊，安活的时候他说啊，坐掉一下，休息一下，吃一杯茶，享受天上的天主庙宫，啊，饮食一啊休息一下。等到你休息好了，想到过去，多点爱做一类老爱的子孙讲生活哦。哎呀，有没有？有没有修善是成天按享福哦？啊，我来老爷讲哦。等到一想到我来下来老爷子孙讲啊，那都唔知过得几多百年呢？这个子孙的骨头啊，拿起来可以做骨锤、打骨咚咚咚咯。有没有坐一下休息一下，是不一茶空盘，恐怕年年都过得几十年。等到去四川反正下来恐怕这个子孙落座就一百年过去了，不知几多百年，那么家庭讲起土葬的时候骨头占几多呀，啊，这骨头都可以做骨髓，
意思就是讲话，天人唔系唔下来讲，只是时间冇重要，人间嘅时间天价高啊。那人间一般人头一天就跟人一样，佮一个错了的佮几点钟个人下来就过去加啊加十年啦。那等到佮上个下来同讲，你已经过去了，唔系佮唔讲。第一就是你的寿命唔长，等到佮上个来老人讲，你老早就过去了。以前天上过度的享受快乐，一般人一诞生到天上啊，就被那个天父所迷了，所包围了，根本不会想到人间。所以我下来讲的机会啊，清少将人来人已经过世了，也没办法讲。还有一点，我的人间的蔬菜啊，人大家感觉到一枪吗？一无一生吗？一想吗？可是天上的人看我的人间哦，感觉到清楚呗。脱离天中的人哦，就看到我的那个世间人带的蔬菜啊，过那个世间人带的蔬菜的粗细啊，哈，从到半天上去了，从到天中的中间的一半，所以天人不会下来，人间清楚，粗呗。那是古时节的哈，他没有一个环境污染，上下都会安的。现在像我现在的现代的环境污染，俺染虫我恐怕这个储备啊，怕冲到土地田去啊，土地田没生产过的话，也怕污染多了。所以天人感觉到这个时间按储备，没人敢下来，没人爱下来，没人愿意下来。像这个情形啊，像嘛个呢？只有那个一个比方，像个天人升到天上以后，不想下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因为人间储备啊，一个情形啊，就不想下来。我举个例子你可以明白啊。那、我头先问你我买个例子啊，像片子我们清楚没哈、哦、以后啊太片子我们清楚没，尤其故事的片子啊，一个太扛太富落去，两代两块表个表啊的哎做那片子的啊，可以太富个太笨啊，非常出位，那有没有过于简单啊，他把某些事情不都好个点落去呢，点那个片子落去哦，非常出啊，关键爬不得去了，爬去了呀、啊，关键就要你死相相了，哦，三部分的死相了呀、啊，师兄也喊那些啊，做那个面线呐、啊，啊，还有那个地瓜米线哈、哦，时间也有那个，别啥说用到去啊，你要不你讲解存呐、压存呐，你煮面线啊，我那压个水用呐，我按水啊，点到个偏手度啊，试试那过火用呐的，那呀个点到偏手个人呐、啊。就出来四天以后，这个身边先乱哈，基本想到讲，哎呀，到底头下跌落去哦，匆匆忙忙去紧急吧，也无一认真啊，到底有几处哈？噶安尼，系唔系多种？你这个试验看啊，有几处诶？有人安安嘛？有无人安安啦？噶跌了一百多跤水咧，安尼多在在试验，绝对无安尼个事情。讲，我同讲，先天的研究强了安尼。一百五得出来，先天一按天的所在嘞，就按南去找个多种障碍的那个偏所中央按出位的所在，尽量不肯下来，就不愿意下来啊，因为那个时间十分出位了，众人上去马上会下来，看到那个出位就出将。俺们听俺没感觉，以下个情形啊，天人看人间的出位，就像人看狗中央，一般的土狗啊，每个高级狗、高级狗是像素啊。一般人的土狗呀，个土狗都是太笨的啊，个这个土狗呢啊，几十个人的太笨，他感觉到心想啊，可是人看到说哎呀那是鬼啊，我看到我作恶情况来来看到，有像我的人看到那个太笨的笨行行啊，底部个虫哎，笨行族啊，个虫哎，个虫哎说个笨行底部都放去转了转去讲心快乐，那里找起了四枪，我哎呦，个暗处那没带个哪哪里四枪啊？不要我找大红，也就是了。一离开个太笨，我们上那人妖的，人家两个事情个太笨好样啊，也习惯了不抵触啊啊。那么一旦离开了，哪里多转去，当然就不想。以前在天人看人间的人啊，就像俺的人看那个本行的虫来重要，穿过本行的虫来重要。看人是东西，他就感觉到看到个狗是东西重要，所以点他都不会想下来，有按那个缘故啊，所以天人不愿意下来啊。你没谈到天人升天以后来读这个子孙报告啊，年龄就是错了的，虽然快乐啊，
天意时间无重要，等到佢上下来，你已经过去了。天意众人马上会下来，他仍然是在太初位了。天人倾向紧上来，所以有了两种原因啊，仍然唔值得讲话到底佢升天以后啊，快乐情况样板冇人下来讲，原因出来未？所以呢，就是家长人存在个论语，千古不发论语啊。像你啊，你个论语个托理哈，家长人你啊种个故事啊，我含尽量有许多啊，不能一一详细讲。你就是拿了两点可以证明讲吧，家长人存在就是论语体一个啊个证明，也是第四位摩诃家长人，论语体一，过来第五位摩诃机器罗。摩诃是胎，机器罗就是七七条的七啊，胎七啊，可能加个七条青胎了，哦，七条当青胎了，所以就因为我那名名是我那胎七，一个胎七条的人，我用这个形象将你原名字啦。那前反正讲睇哈，机器罗啊，就是沙地佛的母桥啦，沙地佛的母桥，沙地佛的母亲的啊亲兄弟姐妹。啊，到底老沙利夫的母亲啊，沙利夫的母亲是机器罗的罗妹，也是阿姐啊。这个机器罗到底是沙利夫的母亲的老太，也是阿哥，人啊就没去查了啊。不过呢，好像印象中记得了，就是沙利夫的母亲的阿哥。啊，平日嘅脑海方嘅记忆，以前看嘅景啊，记得好像有一点嘅印象。那么现在我讲系冇去查过了啊。总之呢，记起咯，就是沙利夫嘅母亲嘅啊亲兄弟姐妹，也就是沙利夫嘅母桥啦，没错。那上平嚟讲，睇沙利夫在舞台上啊，就能把佢嘅智慧片出来，记在佢嘅母亲嘅口方流露出来啊。老人家的老人母就辩论的时间呢，那沙利夫的母亲就辩论养了。那么因此机器罗出讲哦，他你把两位三个出事以后啊，刚才是论议论书经还会没面子，所以因此这个机器罗就去南天主国去请个黄门最宝的人啊，去偷这个当时印度的十八铺金啊，婆罗门教的十八铺金，哦，他偷这个金书偷了十个两十年下来，看啊，加个智慧就进步了啊！有没有给通过按读书啊？哈，给讲怕给个头拿个脑方啊，个书啊学问太多啊，讲怕会憋开来，给做一个铁球诶，铁壳啊哈，铁球诶，把这个石头拿那个球的呢，球的，讲怕会憋开吧？哦，个铁球诶，就像个孙悟空样的哈，那铁球啊，那头拿球的，讲给憋开。只要讲一个学问太多啊哈。都是不表示都放在多泡沫那么又包括了又做一个铁皮拿来都拿来包起来啊，像现在应该五星手不重要的那包起来讲话会表示了啊，可以去洗洗啊那个小伙伴你的真的干了让俺就没看到两天两年前人啊，也只是一方面俺也还躺来了啊，那么书上好像也有记载看到讲表示了啊，让俺从前唐人讲啊生人的时候谈钢琴就谈过的，我那个记起了后来呢，等佮学生呢，啊，多少年前个故乡来，那就经过好几十年，也一路的。那么就以前家个外甥哎，啊，像刚才后门安保哎，啊，来一条片论啦，他们变我仰望呢，是一门嘛，嘛个就一天付出家嘞，好佮就先恼怒哎，啊，今天呢，个哈？那按有聪明智慧的外省人，怎么同我吐一出家？你还骂个人啊？那他就好，跟你既然吐外个外省的出家，我就雷老辩论啊，也就走去释迦牟尼佛的所在，就老释迦佛辩论啊。他一看到呢，跟他沙利夫将出家，沙利夫都和做师长，其他佛的身边，他可能一天经验印度经验哈，沙利夫其他佛的身边的旁边呢，老夫爬山呢，也怕也不得爬山呢。哦，那机器都看到真恼怒啊，真气呢！哈，啊，你不挨个，我上个老你爬山子啊，也冇拉到去包背书都唔得啊！他行前来论老夫包论，包个花用不出讲啊，讲啊你也谈唔实。那其中
把这个题目啊就提出来，就老夫辩论。我师尊呢，啊，你讲是你神父，你按有好么？我现在让你，二老让你辩论喽，就好，干都你贤弟从事吧，上来辩论啊，啊，那么那个继续老师的从啊，以不受为重啊。是讲嘛，你或者以地方反驳就熟了，反书次书否，其他讲我们讲他们是，只是在地方的反书次书否，你不受为重。那你现在你想个托人，我一上个多少你你俩该输你输嘛，你叫输嘛？因为进来个孟培话吼，你想个把沙利夫托上去啊？啊，但你既然不输为重，那你现在想个托沙利夫托上去，也该输你输不输呢？嘿，我话我讲了，讲输也唔对，讲唔输也唔对，讲输是你想为，讲唔输是也该我上个托唔转，结果就落去付出了。那么因此当时第二篇论的时间有利怕也该贵用啊，分门就讲吧，那篇书也能用呀，用俺篇书也都占头呢，哦，篇书也都占头啊，嗯，好，那篇书也占头啊，该输了，输了，继续路也是挺勇敢，结果输了吗？变输了，输了就头呢，纯纯那个，是说呢，俺篇书哎，占头吧，头不占，嗯，头哪纯粹去，是也是准。所以我讲，爱个佛法吧，慈悲为本，太慈太悲，莫占人家头，安尼好诶，头那么低下来就好了，准占头啊，还是头那么低下来。那么因此，继续了啊，不然两句就还是头那么低下来，做嘛个呢？出家了，也见不出家。因此，继续了个出家原因呐，就是因为想个脱沙利佛啊，脱出去，结果的时间呢，在本佛土地啊，就见不出家，就继续了。那么因为去豪门新报。啊，现在想到去出家以后啊，该跳那上个铁钳的呀，还有那个赌行的铁物业啊，恐怕都爆开的啦。该大点的嘛，我们尽快完成个事情。出家人哪有那一套呢？应当都爆开的。但是给财富弟子当中呢，也没给熟透听到，豪门情报啊，那你还有嘛个问题？问题哦，随时能够答复啊。所以给财富弟子当中呢，答问题也啊，有问就有答。你问到他马上答复，所以他在佛弟子当中答问题也随问随答啊，也就是一个提倡一个提点啊，答问题也就是磨合记忆了。第六部分，离婆多，离婆多也是印度法，凡是中国法哈，很多加佛合，真假的加了啊，佛合中的佛合，很多加佛合。现在名中嘛，该讲按照教佛法呢，也就是一个出家的原因呐，也可能是出家以后的片面啊，原本的名呢按照神修。所以嘛，该讲你两个名呢，具有意义的。村外行到天涯的，路边上有个凉亭啊，半夜的，因为唔敢再行了，也疲劳了，就坐在路边的凉亭上啊。坐在那边休息，坐在那休息，坐在坐落去的那时间呢，就刚好都半夜咯，是半夜讲法的，看到一个鬼啊，蛇鬼的啊，是拨一个事实啊，肩头上拨一个事实，跟人死的，当死的个事实啊，拨了多个两天钟就飙落去，飙落去的啊，个蛇鬼啊，打算就会十个事实就错了，都都将飙落去呢，后拨一个太鬼就等了。太贵王啊，就等了，就拿去上账，账个四年了，而账了十。哦，个四贵当然就话冇的那么账钱唔样啦，啊，账钱唔样的时候，那个四贵就讲，啊，你啊明明都挨拿来个，你做嘛同我抢咯，嗯，就个黑伢个，那块伢个，那上个伢个，伢就挨个，唔咩伢个，我不挨。哎，看那挨冇的，伢旁边有一个人坐在坐个边，轮门子，可能伢啊，就是离婆多坐在坐个边啊。个四姑爷安讲，个太姑爷讲好啊，你就问嘛，哦，就问，个四姑爷就来问我，哎，你阿位太爷哪个抢婚？你看到挨的让你事实啊，是挨哪来个呀？是几哪来？哎呀，个太姑爷哪来个？哦，你阿离婆多进退两难，进退两难。是讲四姑爷哪来个？那离婆多一天是亏，个太姑爷几天要那银毛？你讲太贵哪来嘅？四姑爷有啲才哥，太可怜，明明系见哪来嘅，咁我要回报良心，不应该按你讲。
啊，还是就是讲啦，上司有几有命啦，冇关系啦。我哎，就爱看哈，爱亲眼看到，那条黑色的是哪来的？哦，个太贵一天哈，火就烫嘞。啊，哈，你按你乱来啊，按乱讲啊，啊，出我说是你，就将把个泥婆到那送翻落去，收这个对凹到一只收去见识，一只收凹到尸体嘞，又凹到一只脚又见识，一只收一只脚都比尸体。实体的再一抹，太贵就走出来了。哦，个死鬼也看到个泥婆多呀，然后呢，一只手一只脚本呀，个太贵实体的哈，又没办法去救治。哦，千难过千悲伤，坐坐个坐在旁边拢见看啊。等到太贵走出来，就那个死鬼就联系讲，哎，让人按可怜啊，非常矮啊哈，一个一只手一只脚本太贵实体的，分明坐个天来哈，用个啥呢？这就讲吧，给拿了个事实啊。做书笔时睇，佢就拗佢个作品嘅书笔就拗下来，拗下来，接把个泥婆度嘅眼神，然后就喵喵喵喵说说话，诶，就严重啲咯，哦，也就好了。诶，个右脚笔时睇，就把这个四鬼嘅四人嘅右脚啊，那拗下来，拗下来，接把个泥婆度嘅右脚放下去，接上去，接上去呢，说说话，又好哟，好个四鬼上个，哎，阿你挨一腿接上去啦，阿你一当时挨啊又不得多诶，反正就这位。存到个一只手一只脚个事实啊，佢就拿走了。